62岁也能怀孕自然产。62岁的吴女士上月25日自然产下一名2930公克的男婴，全程仅花66分钟，婴儿十分健康。医生指出，高龄产妇几乎都是剖腹产，62岁还能自然生产已经创下纪录。吴女士说，第一胎是在36年前生下大女儿，之后就一直不孕，直到退休后才想是否该生第二胎。吴女士透过人工生殖技术在去年顺利怀孕，上月生产。吴女士说，家庭成员都全力给予支持，先生陪同每次产检，还全程陪产，大女儿是空服员。妈妈生产时虽不在家中，但透过电话分享喜气，且弟弟的生日跟姐姐同月同日生，大家都很惊喜。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孕妇在印度，是一名72岁妇人，剖腹产下男婴，台湾地区最高龄孕妇是5年前一名62岁妇人，经由剖腹产下双胞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